今麦我的手头一张足好的牌，会当让你拍赢安破罗的官司。跟安破罗有关系一挂证据，你敢有照我的吩咐去处理掉？怎么扣到宝呢？一声，我翻身的机会都来啊！麦听大阿哩传，听讲大阿哩假人假煞叫一个空气，把黑市集团的负责人啊委托给我，自然都会把起诉回审的证据提出来给你。这是安破罗交易内容，我是不是应该是通知阿姨？三立台湾台天道。